一夜式商店简单创业法，第一步骤，先到工厂网站找到自己喜欢的商品，然后按下购买，目的是确认这个商品的品质还有到货的时间，以便下次在贩售给客户的时候可以把出货时间抓得更准。第二步骤，把底下的商品照片另存图档，放在自己的商品资料夹，我把它命名 Web 网站，就是你自己的网站，然后把它用号码的方式做编排。等一下呢，我们自己做自己的网页的时候速度会比较快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把牛奶爸一夜式网站的范本呢打开，用记事本把它打开。打开之后呢，你只要把这个图片置换掉就可以了。譬如说 01.jpg， 01.jpg， 好，然后第二个图片它的副档名不一样，所以要注意一下这个副档名。好，把它因为都是一样的，然后把它复制起来。好 ，03、04。然后当你把所有的照片都贴完之后呢，你就可以把这个档案存档。好，先把这个档案关掉，然后你就可以把这个档案点开，你会发现网页已经做好了，这样。然后呢，你再利用我们附送的免费的网页上传工具，把它上传到牛奶爸提供给你的虚拟主机就可以了。你的网页呢，在 Internet 上面呢就可以被看到了。那么这些文字应该要怎么修改呢？我们在课程里面还有提供修改这些文字的方法，你可以在文字修改完毕之后储存图片，然后再进行刚刚这一个贴上照片的动作。我们现在来示范一张照片好了，这也是一套免费的工具。我们首先把它打开你刚刚储存的图片，譬如说02。好，打开之后我们不想要有这个文字，那我们怎么做呢？把这个区块整个覆盖掉，就把它文字整个盖掉了，就这样，把我们不要的文字把它盖掉。然后你还可以选择颜色，譬如说我把它选择红色。那我们在上面要打文字呢，也是 OK 的，在上面打文字，把文字拖一下来。那譬如说我文字，我把它输入工整的车线超高品质，这个中文都是 OK 的哦。然后呢，我还可以把它挑选成中文的字体，自己喜欢的字体，然后再把颜色换成白色，随便你自己更换，然后再把文字放大，比如说 OK， 这样把它加大，好，加大到你喜欢的大小，或者是你这样直接把它拉伸也可以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可以把这个照片整张储存下来，按下载就可以了。然后假设这一张是01的话，按下，然后把这个01的照片取代掉。这样子呢，我们刚的那个照片呢，就已经换好了。OK， 好，这样换好了。所以这样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简单快速，只要你会修改照片，然后放上文字，然后再把我们提供给你的网页范本呢，直接把它取代掉你自己的图片，这个一页式的网站就做完了。那最下面呢，我们再把它摆上一个超连结，一个快速收款的连结就可以了。我们在课程里面也会教你怎么样快速收款连结。像这种快速收款连结啊，我在自己的网站也常常在使用。比如说刷卡一次付清这个按钮，点击下去之后，它就跳到蓝星科技的线上支付系统，这边就可以让消费者去线上刷卡，或者是货到付款，或者是 ATM 转账等等的方式。这样子的一夜式商店呢，非常的简单、快速、方便，只要你找到你喜欢的商品，就可以马上做销售哦。还有，我们提供给你的这个一夜式商店的模板，还是一个 RWD 的网页。可以在你的手机上面完整的观看所有的商品，不管在电脑或者在手机，它都可以自动缩放哦。